若问贵州是什么颜色的，是蜡汁渲染的蓝底白花，还是风之浸染的绮丽图案？是姊妹节上的五彩糯米饭，还是苗家少女身上艳丽的红围腰？这些令人赞叹的妙手巧思，是前晋大地世代积累而来的智慧结晶。各式各样的染印技法，巧妙地美饰出一幅幅安详的画卷，成就了今天的贵州之美。在众多为生活添色的传统技艺中，贵州蜡染以其素雅的色调、优美的纹饰和丰富的文化内涵，在贵州的民间艺术中独树一帜，并与扎染、镂空印花统称中国古代三大印花技艺。早在南宋时期，就已经有古籍对蜡染技艺进行详细的记载。当时，印花蓝布由于成本低廉、工艺简单而大为盛行。盛产蜂蜡的贵州山区，自然也是蜡染的繁盛之地。这里的苗族、布依族、仡佬族、侗族、水族人民很早就掌握了蜡染技艺。如今，蜡染在中原逐渐消失，而在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却代代传承，长盛不衰。走在贵州的村寨中，常常能看到这样的蜡染制作景象。在一个容器中盛着温热的沙土，沙土上的小碟子里是融化的蜡液。一个板凳，一匹白布，加上一把蜡刀，就是全部的生产工具。就是在这样简单到几乎粗陋的环境中，一代代勤劳的妇女们创造出无比灿烂的蜡染艺术。贵州来说呢，70%-80%的县份都有蜡染。蜡染呢，它是少数民族服饰中的一种主要的装饰。各个地方的风格它不一样。你比如说好，这是安顺比较古老的花玫瑰纹样，这是他们背上哈。蜡染是用蜡把花纹点绘在麻、丝、棉、毛等天然纤维织物上，然后放入适宜在低温条件下染色的靛蓝染料缸中浸染。除去蜡后，就显现出美丽的白花。一件好的蜡染工艺品要经过清洗、点蜡、染色、去蜡等步骤，这些纹样结构对称统一，刚柔相间，颇为美观。除了蜡染之外，中国的贵州还保存着一种独特的印染技术——蜂箱染。在工艺上，蜂箱染与蜡染有相似之处，但在原料和使用工具上却又有很大的不同。因为蜡染它是用这个密封的黄蜡了哈，我们用的这个蜂箱油是蜂箱树底下的油脂，用的工具。他们是用蜡刀，我们用的这个是毛笔。据考证，贵州惠水县的蜂箱染已有120余年历史。在宋朝，蜂箱染深受皇室喜爱，曾作为贡品向朝廷进贡了10余次，并得到当时统治者亲笔御题的“天然”二字。其印染制品的颜色和花纹古朴雅致，被有关专家誉为画在布上的青花瓷。惠水县的蜂箱染与当地民情习俗密切相关，其独特之处就是使用蜂箱油作为防染剂，而这种油全部出自于100年以上的蜂箱树上。我们在3天以前就把这个蜂箱树开了一个口，开口以后呢，第3天以后我们就来舀油了。这个油呢就淌下来，凤香油采集的季节呢，一般是秋天，秋天的油呢，这个产量还有那个质量最好。这个树大树哈，直径在20公分以上的树，油脂都相当好的。树呢越大，那个油越多越好。像这棵树哈，像这棵树可以5斤油，产5斤油。 蜂箱染艺人们用毛笔蘸点蜂箱油，在白布上描绘所需要的花、鸟、鱼、虫等图案，再进入靛蓝色的染缸中浸染，待一定的时间取出后，水煮脱蜡，就可呈现出白色花纹。再经过清水漂洗晾干，一件美丽的艺术品就呈现于眼前了。 如果说印染艺术给人的印象偏浓重单一，那么刺绣与织锦艺术所呈现的亮丽色彩，一定能让你感受到何为多彩贵州。从染布到染线，贵州的民族服饰艺术中从不缺少智慧。那些绿野间星星点点的缤纷。 是贵州人民用丝线谱写出的美丽世界。然而，支撑这些绚丽艺术品的重要环节，则是这里精湛的染线技法。啊，这一个啊，一个啊，这他们长没有我了，个啊了我跟着一就在长着扎，就在那靠着弄，就在煮不到晚上，我学自己一个啊。 牛这个牛流黑，就这个没得想买家，就到那里去找那么个阿那个喏，没买了就想把那干那个，像他就个阿个路子那种么，上去上说，到没到生意来，这个么就没办法就得去接。贵州苗绣和织锦所用的传统染料，大多是以天然矿物或植物染料为主。矿物质染料有朱砂、赭石。 石青等，而使用更为普遍的植物染料则取材广泛，有树皮、树根、枝叶、果实、花卉的鲜花、干花、花叶、花果、水果的外皮、果实、果汁及草本植物、中药、茶叶等多种来源。 经由这些天然染料制作出来的衣物，不仅色泽明快，还给人以柔和的质感。在涂抹过皂角液做外层保护之后，色泽保留上更能比普通人造的色素效果更好。在贵州，纯天然的植物染料。 不仅被使用在衣物上，还广泛运用于节庆食品的装饰上。像苗族的节庆食品五彩糯米饭，就是一个常见的例子。出于便捷的考虑，如今苗家人在制作五彩糯米饭时，部分颜色会用人工色素代替。但在科技还不发达的过去， 这5种颜色都采自于这片苗岭中的天地精华。除了糯米本身的白色之外，红、黄、紫、黑这4种颜色，分别用枫叶、姊妹花、紫叶、苏木熬煮出汁液，再对糯米饭进行晕染。卖相可人的同时，更融入了植物的原浆，清香可口。 如今，我们无法一一考证这些精妙染色技艺出现的具体年份，但我们知道，在这些技法出现的年代，这片深山中的生存条件异常艰苦。纵使要与猛兽做殊死之战，纵使生活中难免食不果腹，但这片前进大地的人民从未忘记要用心中最美的色彩去装点生活。从贵州蜡染到枫香印染，从苗绣织锦到五彩糯米饭，透过这些技法流传下来的不仅仅是美丽，更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，一种困境中的乐观。或许这才是贵州之美最动人的地方。